很高兴哦，来邀请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到台南，开始我们这个礼拜六，也就是12月5日开始揭幕的，来这个台南市的这个耶诞跨年系列活动。那今天第一场哈，我们是在总爷艺文活动中心，来举办，一方面小青蛙剧团的一个亲子剧。那其实坦白讲，我们耶诞跨年活动是越来越多，在从去年刚开始，是由这个市府西侧广场，还有这个在萧陇文化园区，还有在新营的点灯，今年就再加上麻豆，那未来我们当然有机会看财力如果许可的话，我们希望说在更多地方来办理这个举办这个耶诞跨年活动，因为台南市的幅员很辽阔。你如果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话，坦白讲可能有难免有遗珠之憾啊。那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是要让各地都有活动这个彰显耶诞跟跨年快乐的气氛，另外一方面也因为COVID-19 的疫情大家闷很久了所以说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大家来冲冲喜，开开心心的。当然秋冬防疫不可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戴口罩。那即便是在数万人的大型场合，我们也希望要求戴口罩。那如果不戴口罩的话，当然我们有相对应的这个措施，所以兼具防疫跟欢乐的气氛，所以说希望说把防疫做好，那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来参加我们台南市的系列耶诞跨年活动。好开心，好开心！我们终于到12月了，耶诞节快到了，还有跨年也快要跨了。好，我们2020马上就要过去，迎接2021了。所以呢，在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举办了一连串的活动。大家记得在去年呢，我们耶诞跨年活动首次，以前都一直在那个归仁高铁站嘛，好，沙仑站。以前有可能有在别的地方，在台南市县市合并之前，有的在别的地方。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遍地开花，走了很多地方。从归仁高铁站把跨年活动移到美术馆二馆，把耶诞活动移到市府的西侧广场，然后还有在新营也办了一场，这个新营的文化中心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新营也开始有点灯了，然后家里也办了一场这个相关系列的活动。那今年呢，除了这些地方以外，我们还要再增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来到麻豆，拿到总爷艺文园区。为什么？因为这边地方也很许可，也蛮大的。然后呢，很多征文区的活动，我们也希望说陆陆续续在办。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月，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六，12月5日就举办了。这个是我们请小青蛙剧团来跟各位朋友来办亲子野餐趴，大家可以在这边很轻松的吃着野餐度过一个快乐的礼拜六下午，然后呢来看小青蛙剧团。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呢，大家能越来越多好朋友一起来，能够让大家很快乐的度过，开始有这个过年的气氛了。尤其大家知道，今年由于 COVID-19 的影响，很多地方。像美国，他们一直呼吁说那个感恩节不要回家，不要回家都为什么？因为怕去坐飞机、坐高铁、坐铁路结果造成疾病的感染在英国也是不要过圣诞节，不要过圣诞节，为什么？因为怕感染。但是在台湾，由于防疫工作做得好，所以我们还可以快乐的举办活动。所以呢，市长要特别拜托，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因为人跟人距离很近。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像我这样一个人在台上没关系，但是如果大型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很难保持的话，勤洗手戴口罩，这样子就能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我们可以快乐的办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防疫工作做得好。如果做得不好，有时候就像英国美国一样，连总统都感染过，连首相都感染过 COVID-19。 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那希望说各位都能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参加许许多多的活动，然后度过一个快乐的耶诞假期，以及能够迎接快乐的
新的2021来台湾，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很好，我们这个泡泡的一个部分哦，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市长也提到了，我们12月5号哦是我们的第一场哦，那我们紧接着下来在13号哈，我们还有这个精彩的活动是在嘉里的萧龙文化园区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哦，麻烦我们各位掌控这边看一下正前方好不好？小朋友也一样哦，视线看向正前方，视线看向正前方，视线看向正前方哈，停留一下。好，麻烦大家哈，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好不好？左前方，我们摄影机哈，还有我们的媒体记者的位置哈，左前方看一下哦。好，接下来看一下右前方好不好？看一下右前方，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正中间，小朋友，我们比个耶好不好？比个耶哦哈。记得回家哈，要告诉爸爸妈妈哦，礼拜六的时候哈，要带我们来这个总爷好不好？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野餐音乐趴 ，OK 吗？还有哪里需要补充画面？那么如果说 OK 的话，我们要引导大家呢哈，往我们的这个左手边来移动好不好？我们跟我们可爱的柴犬来这个互动一下好不好？我们有托罗还有乌尼两只这个非常可爱的柴犬哈，那同时呢哈，我们的礼拜六的野餐趴哈，最主要呢哈，大家呢，请大家哈要自备我们的野餐垫来现场啊哈。那如果说呢哈，你是觉得说要准备这个餐点比较麻烦的话呢，我们现场哦，现场哦也有贩售我们的一些的餐点哈，所以大家只要自备。好，一二三，好，准备，哇，五、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草地里面哈、哦，来玩玩这个泡泡哈、哦，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有趣哈、哦，不管是大朋友啊，还是小朋友啊哈、哦，大家呢都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个一个的泡泡哈、哦，非常的神奇，这也代表啦，我们2020哈，所有的。Yeah.
哪一个？来，小哥，来，小哥，拿，来来，小哥，来，十二巧克力，来，这一个巧克力，从这边来，从这边过来，妹妹，去，巧克力，谢谢师长，谢谢啊，谢谢，谢谢，有礼貌，有礼貌，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这个过掉。2月5号，谢谢啊，谢谢，看右边，看右边，看右边，好，看右边，哎，美女，还有每一个，每一个给帅哥，谢谢美女，谢谢帅哥，谢谢第二发，第二发，谢谢啊。都可以用这个时间来健康，一个人拿一些来吧。谢谢哦。除了两场的亲子音乐会的一个活动之外哦，我们还有我们的古典交响乐团音乐会，2月18号，因为好像我们拿钱过来了。好，谢谢。哎，5号再次来到我们的总结会中心哦，大家呢好可以一起的哈，来玩泡泡，同时来野餐，另外呢也来欣赏我们小青蛙剧团为大家所特别安排的一个节目，共度一个欢乐愉快，同时也难忘的礼拜6的一个周末假期。哇！或是呢，您觉得自己准备比较麻烦的话呢，那我们现场呢，一样也是有餐点的一个享受的部分哈。大家只要呢，准备好野餐垫哈，野餐垫，准备好野餐垫哈，自己要我们小朋友。小朋友，后面的小朋友，麻烦您先转个向好不好，太前面好不好，我们待会再跟我们 Toro 跟 Uni 玩好不好，先看一下前面的摄影机哦，先看一下前面摄影机哦，来比个耶好不好，来手比一下哦，手比一下哈、哦、OK 可以啊、哦、OK 我就可以暂时我要先拿下来了哈，可以我先给你先发挥啊，那相机，那家里镜头你能不？